大家好啊，我是老易，今天我们继续接着讲象征。今天讲的一个话题呢，也是比较奇葩的，至少老易是觉得我是不会就这样做的啊。是什么呢？抠门男啊。那个有一个会员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故事，男人怎么能如此抠门？具体事情是这样的，这个会员跟一个男生在谈恋爱，男生呢，家庭背景不差。家里面是做古董生意的啊，你说卖古董能会没钱吗？经济条件背景应该都不错，但是刚开始两个人处朋友的时候，男孩子甜言蜜语、小恩小惠的买些小礼物，那女孩子觉得也没问题。但真正两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这女生突然发觉这男孩子在这些出去游玩、逛马路。消费的观念跟他冲突太大。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也不讲平时，像老易情人节都得给自己爱人送东西吧？你看人家还是谈恋爱的状态，只不过是男朋友女朋友。这个男生第一次送那个女孩子送了一个什么，知道吗？送了一个家里很廉价的一个杯子，就象征什么一辈子的意思。一看就是个很廉价的一个物品，这倒也就算了。女孩子后来想，可能男孩子不懂情趣吧，也就算了。也没有浪漫的这种举动，那就算了吧。最奇葩的就是两个人出去，女孩子呢希望男孩子打车，那么不要那么累嘛，出去玩。那男孩子呢就觉得坐公交车好，车票还能去打折。那如果一定要叫出租车，那么男孩子是希望女孩子买单。那么两个人出去吃饭游玩还奇葩，AA 制开销。哦，老易不是说反对 AA 制，老易觉得男生在主动追女生的时候，自己请别人出去玩，是你请别人出去玩，是你追求别人，那理所当然出去应该该你买单。你们没有事先商量好，我们出去是 AA 制，你们的关系是追求与被追求之间的关系，所以呢，老易觉得那男孩子是过分了。那么女孩子问我怎么办，我其实也很难回答。老易节目里面讲过。您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事儿，我后来想了一下，老爷这样回答他，我这样跟他说的，我说现在他已经如此这样了如此这般这般这般，这么节约，这么会过人家，太会理财。如果你们婚后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决定是你自己做的。老易呢有老易自己的观点但是我的观点就是我永远不劝你们分手事情还是你自己想。后来呢，那个会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了个言，分了。思来思去，再三考虑，觉得万一婚后这男的变本加厉，那日子没得过了，决定了还是和平分手比较好。那这是一个例子。老易还听朋友也说到过一个节目一个男的号称能节约到家里不开灯宁愿早上憋着不上厕所，要跑到公司里面去上厕所。但是人家家庭是其乐融融，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奇葩的人家。但是真正的你说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户这样，能节约到节省到如此地步的家庭？那我是第一次听到，至少我没碰到老易没有碰到过。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老易教你怎么样。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抠门，是不是抠门？其实我们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抠门有很多的方式方法。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里面来看，其实你会发觉，抠门是指一个人收敛过度。抠门嘛，不想花钱嘛，最好是永远是进的多，出的少最好是进多不出。类似于中国人有一种吉祥物叫貔貅只吃不拉这是抠门到极致，理财性到极致。那么相反来说，它的对立面就是什么？发散。收敛是主阴，发散是主阳，阴阳是互相对立的，孤阴不长，孤阳不生。我们还是要讲阴阳，还是要处于一个平衡。那么这个人该花钱的时候花钱。该节约的时候节约，最怕就是落两个极端，一个就是太过于吝啬，拔一毛而立天下者不为也。那么还有一个呢，发散，从来不知积蓄，有钱有1000花1万，甚至还要超前消费，
去用信用卡透支玩，也有人在，我也碰到过。所以收敛跟发散，吝啬跟大方，我觉得是一个反义词。那么我们从这阴阳两性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判断这个人的性格是喜欢散财的还是喜欢敛财的。你比如说走路的步姿，昂首挺胸者大多是豪迈散财，佝偻前行者眼睛视下者往往都是什么喜欢聚财，喜欢收敛。也能看出来一个人红光满面啊，气宇轩昂，大多是豪迈之辈，手上在手指如果再留点粪在，这种人往往是用财不知节度。如果一个人脸色昏暗啊，双目无神，五官巨小，眼小鼻小耳小，说话声音再小，这个人一定是什么气度狭小，你要他花钱他不花，宁愿这钱放在银行里面去贬值啊。有的，我过会儿讲个例子给你们听，就是的。所以零零总总的方法有很多，都可以来判断这个老兄到底是抠门的还是喜欢散财童子啊。那么今天我们讲抠门，那么抠门呢，你可能觉得老易讲的方法太玄或者太难把控，有没有更加方便更加简单更加直接明了更加开门见山？有，但是呢，只能说这只是一个观察点，但这个观察点呢是很容易被掌握的。怎么来观察呢？鼻子，鼻子其实是在脸上，它有一个什么代表钱袋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它是散财还是吝啬，从鼻子的鼻孔可以来看。鼻孔如果长成像我这样的，十有八九是散财童子。为什么？我们面对面的正面面对面就能看到我两个鼻孔，因为我们讲鼻孔的仰露的程度分别代表这个人是散财还是敛财。如果你对面一见这个人鼻孔你根本就看不见，不像我这鼻孔有点像断偶一样的微微上抬的话，这个人首先你能判断他一定是擅长理财，不会乱花钱，但你还不能确定他一定是吝啬。吝啬是理财性到极致，过度的理财性，像我前面说的拔一毛而立天下者不为也。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加上鼻孔的双翼啊，鼻孔牢牢的抠住，这个鼻孔是内敛的，好，这个人就会有抠门的潜力，就会过度的吝啬啊。鼻孔抠得太紧的话，那就是占有欲太强，对自己的物质对自己的东西非常强的把控力度，不会让给别人，再加上一个对面不见鼻孔的那一种啊，鼻头鼻孔，那基本上符合这两点，我们就能判断他是一个具有抠门潜力的人。但如果这个人啊，鼻头平缓不见孔，但是呢人家的两个鼻孔不是那么的兜紧，但是呢也是很舒张的张开的话，哎，我们讲这是阴阳适中，不见是阴，张开是阳，那么就会变成一个什么中庸的一个理财性，该花钱是该花钱，该节省是节省，这是最好的结构。最过的结构就是看不见，鼻口搂紧啊，这是吝啬。相同的，如果像我这样，对面我们能见到面，你能看到，哎，老爷的鼻孔微微的仰露，我们叫仰露，同时呢再加上这个鼻孔不是，哎，微微的收敛，是砰的一下，我们叫开封，就整个的鼻孔的四周的肉啊全部散开，又叫开封鼻。这个人往往是家无资财，不会去理财，更不会去把钱留在身边，手上有一千他会考虑用一万，一千的钱当一万的用，甚至会考虑透支，用完了之后怎么样，看看自己家里有没有固定的财产，房子啊卖了继续拿来花啊，这都是开封鼻不惧钱财。秘密后台收到很多小伙伴怨自己男友超级抠门的留言，什么过生日送二手包的，牙刷用一年不让换的，从来不让在外边吃饭的。面面奉劝各位，碰到极品抠门男能躲多远躲多远，虽说极度抠门不可取，但是适度节约还是要学习的。今天面面教大家合理省钱。
如果逢周末就请朋友在餐馆聚会，那面面劝你不如把饭局设在家里请。DIY 的鲜花、蜡烛布置，体贴入微的菜谱设计，既体现了你对客人的尊重，更营造了亲密放松的氛围，让彼此真正敞开心扉。一年下来节约10000多不说，还有额外所获，何乐而不为？如果你在装修，那一定要知道，签约不代表施工，完全可以合同冬天签，施工可以定在春天，既得到实惠，又不影响质量。另外，各类家装材料可以选择在淡季或者特惠活动时提前付款，需要时再打电话送货，这样操作又节约了不小的一笔。如果你处于饥饿或愤怒或大姨妈到访前期，那尽量避免逛街，这时候很容易冲动消费。新看上的裙子、鞋子、包包可以先记下来，认真思考一下是不是已经有同款，如果非买不可，可以返回购买。对女生而言，控制好冲动心可以节约不少人民币。柴米油盐虽然不贵，但手头的一时疏忽却能流失一笔不小的数目，合理计划日常开支，小日子才会越过越好。那么问题来了，你 get 到了吗？古人讲不聚钱财，尤其是什么家里的资产田园都要卖尽的那种迹象啊。虽然可能过了一点，但老易碰到过一个朋友，温州朋友。一般来说，温州人对钱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理财性，因为温州人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造就了温州那个地方它的交通不便利，人的居安思危的心态会很重，所以对钱看得稍微会重一点。但我那个朋友极品，绝对是极品，就是一个开封鼻，眼睛也大大的。他们家四个儿子，他是老三，前面两个加后面一个，那精得来，真的是拔一毛利天下者不为。你想在他手里面借一分钱真的是万难，能借给你一毛钱你要烧高香去了。但是老三老一的那个朋友，哎呦，生意好的时候天天请吃饭到家里来吃饭，朋友这个问他借钱借，那个问他借钱借，出去玩叫他来买单买。后来他的那个房产，这租的是国家的房子做生意的开门面的，被人家国企收回去了。好了，生意一夜之间全部断掉。好了，你原来看到围在他身边那么一群人全部散完了。所以老易觉得，今天我们虽然是讲一个人观察抠门吝啬的主题，但是开封鼻呢，老易觉得也有必要去讲一讲。那么我们从鼻子的情况下可以来判断这个人是大方的，还是适中的，还是过于小气的。如果我们判断这个人过于小气的，没有结束，你还得继续往下再做进一步的推理。你判断他是对自己小气，还是对别人小气？有些人对自己很小气，对别人更小气，有没有？这种人一定有的。不要说对别人，他对自己都很吝啬，一年到头不去买一件新衣服，天天省吃俭用，也有。那么还有一种人呢，对自己很大方，对别人很小气。老易就碰到过朋友，就是对自己连条内裤都上万的买，你想想看，你让他去捐点钱做点好事，对不起，我很穷，我没钱，真的有这种人。这两种人我们也得通过其他的五官配合去判断一下，哪些特征象征是自己对自己也很小气，对别人也很小气？什么情况下？五官俱小。如果这个人对面不见鼻孔，再加上鼻翼收拦太过，眼睛太小，嘴巴太小，耳朵太小，五官里面搭到两个，这个人基本上一定是属于过度小气，对自己对别人是同一个标准，甚至对自己小气，对别人更小气。自己都小气，你想想他的福，花他的钱万难啊！不管你是他父母也好，还是他配偶也好，也是他子女也好，他不花钱，但是最终结果呢还是人家的，对不对？这个钱还是为别人家留着的。老易就听到过老易的有一个朋友的长辈，走得很近的一个朋友长辈，辛辛苦苦一辈子下来，真的是上海话叫猪拧嘎姑娘钱，哎呦，真的是一分钱都不花的人。
一下子心肌梗塞过世了，留了100多万全部给不孝的儿子拿去了。生前儿子没想到他福，他也没想到儿子他福，结果死后辛辛苦苦50-60年下来，100多万存款，两眼一闭脚一蹬，一下子全给儿子了，自己没有享受到，也没享过福啊。这是五官俱小。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像老易前面说的，对自己很大方啊，对别人很小气。有的就是什么，鼻子长得很收，你看不见孔，但是呢眼睛大，嘴巴大，耳朵大，这种人就是对自己可能是很舍得花钱，对他周边的这个周边的人，我们应该定义为配偶也好，小孩也好，很舍得花钱。但是在他的姻缘圈外的那批人，你如果想他钱出来去做些慈善，或者想把钱拿出来去帮助别人一下，或者给员工涨点工资，别想，不会。这种人是对己大方，对别人小气，你也要学会去分别啊。其实今天我们讲的，通过鼻子利润去观察五官跟鼻子的这些大小的配合，其实就是在阴阳两气的不同运用。那么如果你都吃不准你的鼻子到底是属于小气的，还是属于适中的理财性，还是属于过度散财的啊，你自己搞不明白，你觉得可能或左或右都会有一点，那行，你可以关注老易的微信公众号，终于说回复抠门这两个字啊，然后老易可以帮你鉴定一下你的鼻子到底是属于哪一个类型。那么至于抠门小气，老易觉得呢，其实我还是这个观点啊，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一切其实都是缘起性空这四个字，到后面都跟你没关系。哪怕你再小气，再理财性再好，再想守钱，到最后这些钱也不是你的，即使流到其他地方，也是其他人替他保管一下而已，对不对？佛家里面一直讲，第一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重境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最后一层境界明心见性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三重境界。那么对于抠门小气，我也可以做个比喻给你听。上海姓陈的人丢了100块钱，被湖北姓王的人捡到了这100块钱，这是一般型我们的分别性去思维。再到了 高一层的境界，哎，上海人丢了100块钱，湖北人捡了100块钱，再到高一层的境界，就是100块钱不管上海人丢了还是湖北人丢了，那100块钱还是在那里，它还是100块钱，就是没丢没失那个状态。不同人对应不同的心灵状况，对应不同的气度，对于得失这两个字是不同的见解。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啊你有选择余地，你可以选择跟自己互补的性格来搭，不管是婚恋关系也好，不管是在事业的合作关系里面来好。如果你是个什么开封鼻的话，老易真的建议你找个鼻子全部都懒的，你们两个人正合，你找个再跟你一样的人，那一定是把家产全部败完的那种类型。所以你看，过度小气也不是坏事，就看你跟谁搭。如果你是一个希望另一半稍微的大度一点的话啊，你的性格觉得我跟这些人可能会更合，那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找一个五官俱小、鼻孔不见、鼻翼都拦不出的那种人。好了，你们在一起轮着打架吧。尤其是在创业过程中啊，你的合作伙伴一定要在性格里面跟你互补。老一直讲一直讲，人跟人在一起要互补，互补才是最稳定的一个组合。如果同性的你们同时都小气，那大家都会精于计算，在乎自己的利益，或者你们都是一个对钱财没有任何概念的人，那么好，公司哪怕钱挣了再多，它都是一个漏底的袋子，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日喝凉水。再有多的资金进入你那个圈子，进入你这个公司，明天全部花完，一分不留。一旦有了那些市场波动的时候，你就嗝屁玩玩了。
对不对？所以关于一个人判断抠门啊，以及他们的一些互动，你还是要找互相搭配为上。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讲到这儿，最后欢迎大家关注老易微信公众号中医说，订阅我们的象征频道啊，我们下回再继续接着讲。做好人好事不一定要求好报的，你如果你为了好报去做好人好事，那我觉得你即使做了跟没做也没什么大区别。每一个人对自己要有个定位，什么事是能做的，什么事是不能做的，什么事是我当下能力范围所能及的，什么事是我当下能力范围所不能及的。颧骨太强鼻子太弱的时候，那么自己就身不由主地被别人控制住，这种人缺乏自己的主观，缺乏独立性，容易依赖别人，所以也极其容易变成便利贴，变成烂好人。观经济，删繁就简，才能判断趋势。观时事，正本溯源，才能明辨是非。观历史，去伪存真，才能看清未来。观世界，知行合一，才能洞察真相。2016，我们依旧渺小，小到必须宏观。优酷，世界都在看。